哎，高大哥，你车退后点。怎么了？你车退后点呐、啊！你这是让一条道啊！你真的是，我这个车都那么难过，这么宽的一条路，你这小电驴过不了啊！哎呀，你真的是那，人家还要过去的，人家车点东西拉点东西就过不去了，到时候把你车挂了。跟你说，你退后一点点就行了。你们村，我看进进出出就是这些小电驴的。还有什么三轮车，还有什么大车，没有的，我就停一下，大概两个小时我就过来开走了。人家把人家拉那个柴火的，到时候宽了过不来呀、啊。哎，你怎么不识趣呢？你这个人还不识趣呢？这里的车进进出出的啊啊，我这个摩托车也好，三轮车也好，到时候进进出出的啊。你停这里不挡到路了吗？叫你退后一点点。那你就让你那些三轮车刮我的车没问题，反正刮花了由交警处理。这个位置我想停哪就停哪啊！我现在来这条村有事情要办，你不要烦我啊！等一下我跟你们村里面的人一说，我跟你说，连你都不给面子啊！啊，连我都更不给面子啊！这是我们村，说的像是你们村一样，你再不停开，我跟你说，我将把他抬走，给拉走，我跟你讲啊！我纵横这个乡镇里面，四无湖，十无海的啊！我哪个老板哪个兄弟没见过啊？就你这小样。哎呀，你来找谁呀、啊？啊，你告诉我，我他妈叫他进，不欢迎你这种人进村呐、啊！你都堵着路了，还在那里啊？你还有理呀、啊？啊，今天你不把车推走，我跟你说啊，啊，跟你说啊，没必要你啊！今天不要扫了我的彩信啊！我有事情，等一下我还要去办一个大事啊。不要在大的事情，你把车放好，退后一点点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就两米也好，撂一句话啊。反正我高兴停哪就停哪啊！你要有本事你就拿砖头来砸。嘿嘿，哎呦，这么拽是不是？我就那么拽，怎么了？那行，那你这个车也别走了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不想走了、啊。好了，车就在这里，你想过就过，不想过你就拿砖头来砸，好不好？我你给我记的，等一下我叫人把你车抬走，我跟你说。抬走吧。哎，亲爱的，来了，来啦来啦！你们村呢、啊？这些人什么素质啊？一进村就被一个无赖给怼我了。不是吧？谁那么不识趣啊？真的是。你们村这人呢，可能也就是那个风水处，一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素质太差了。跟你谈恋爱那么久，没想到你们村成这样子，好不容易抽时间来你们村一趟，就碰到这种黑脸。哎，平时我都没听说过有这种事啊！不要为今天的那些吊毛扫了我们的兴趣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呢最近呢找了一个好的位置，哎，要不要咱们去旅游一下啊？哎，可以啊。那行，那先到你了。慢，哎，回去，回去来。哎，这个是我哥，叫阿福，这个大头，我男朋友。你男朋友啊？是啊。我告诉你，这男朋友不能要啊！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，哥？什么误会？我今天开车回来不是买菜吗？嗯，他把那个路给堵住了，我叫他退后两米，知道吗？他还骂我说我没素质。你说这种人能像个村霸一样在那里还说这条村呢？你等把我拉叫人打我啊！你听我讲，不是吧？今天完全是一个误会。我若是知道他是你哥，那我的车别说退后几公分，退后十米、100米、1000米我都愿意啊！大哥，对不住了，正头不打不相识，大水冲了龙龙王庙。谁跟你嘻嘻笑笑的啊？前面那么松干嘛呢？啊？谦虚一点嘛，去到人家村里面啊，还自己不当自己是什么人一样？你知道你论了多久，还说要我走着等着瞧？你这个大哥也不是的，就一点一点都没有不识趣。哎呀，那个，亲爱的，你干嘛是这样的呀？那，你车怎么停在路中间呢？那些车来来往往的，人家肯定是……我也不知道，你这穷乡僻壤的，连停个车都没有位置停了，就停在这里怎么了？停了，穷乡僻壤。现在你还在那里啊？拽上了，啊，穷乡僻壤怎么了？山里面怎么了？啊，爱你是了，你妹，他看我是他，18辈子。造的福气啊！我们家不要这种福气，你给我走啊！你怎么是这种人？我今天终于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了。哎呦，阿哥，像你这种女人，我在大街上随便一抓一道吧。今天给你面子，给你这个大哥的面子，
你们不理，哎呀，你那是你们说的，我就来气了。还敢贬低我我妹啊？那是我们家的宝贝心头，你给我走开，滚！好了，跟他分手。你说，我跟你说，分手。你说了啊，滚！不要说我那个啊，是你提出的分手的，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啊。快点滚啦、啊！你走你的阳光套，我走我的独步桥。这样、啊，哎呀，哎呀，快个，哎呀，那踹你！以后不要再让我看到你。哥，真不好意思。我也不知道遇到这样的渣男，哎呀！你看今天，终于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了，分了也好，哎，幸好是你哥，不理他了。我们下次注意点，叫男朋友长点心眼。嗯，走了，回去、嗯、啊。